我们身处在一个被权力欲望支配的时代，人们成为在少数权力下的傀儡，而我的父母也是权力欲望下的牺牲者。17年前，我们的家园被政府无故强制征收，转让给一家科技公司。在那一刻，我以为我失去了所有，我没有方向地四处徘徊，直到遇见了我的恩人，收养了我，并教会我许多事。直到某天，他失踪了。我在他家中找到许多资料，透过这些资料，我联系上了照片中的男子白羽，与他联手将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公开出去。这些都是特米诺这几年与政府合作的证据。什么？我们被发现了！我有调查过他的资料。他是你爸第一个实验品，身体机能都被提升过。白羽，小心！